开始的。我在王品的品田牧场，妈妈帮我点的是儿童餐，我已经吃到剩这样了。对呀、啊，他现在有加赖的话呢，寿星有75折。然后我点的是鱼排，已经快要全部消灭了。白饭跟高丽菜丝是免费去加的哦。对啊，就是儿童餐附的饮料跟白饭。你喜欢吗？你喜欢你的餐点吗？喜欢到讲不出话来咯。拜拜。